云啥？我先吃个饭，我还没有吃饭，我刚才在干活。我们换个区，我们去时尚区。我现在是时尚区。你们是第一次看我全身是不是？很少露出全身来。那个灯光是我卧室的灯，我只是把它挪出来了，打个光，打个氛围灯。你看我全身，其实我还蛮高的，只是呢平时没有感觉。看，这根本都看不到别人大长腿。但是我当模特没有什么参考性，因为你要知道，我穿这个衣服跟你们穿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们穿起来就是。平凡，有多高？1.67米吧。我今天双十一疯狂的跳这个弹窗广告。我在外面跟别人说我1.67米，他们都不相信哎，他们都会说啊，你才1.67米，因为我之前出门喜欢穿高跟鞋嘛，但我最近好久不穿高跟鞋了，最近很少出门主要是，所以他们都会觉得我非常高，但我其实我说1.67米，他们都不相信，给你看，就是很高。我先去拿个玉米吃一吃，可以。不是脸长，脸长，其实就是头小。我其实头很小一个的，我只是头发很多，我把头一绑起来，头超小一个。是背疼。今天这个是我自己画的，自己手写的，但是。它到时候会是印刷的，就跟我写的这个可能会不太一样。这个我是用金色那个丙烯颜料自己写的，就是印刷效果可能会不太一样。我只跟你说一下，
对啊，这个是 obsession。我穿我觉得还挺好看的，但是如果长得不好看穿就不行。这个裤子里面也说很平凡，但我觉得还行啊。我要不要下来给你们看？我靠，今天这个弹窗无穷弹，怎么关掉它？或者甚至不能选，就说不让它弹。这样住，这样。哎，这个裤子，哎，我穿我觉得还挺好看的，但是你们穿，我就觉得你们还蛮平凡。就是这个杏色的 Hysteria 是就是癔症是湖蓝色的，但是那个还没到，因为它疫情了，所以就是这个我自己写了一个，然后这个还有那个黑色的也是我自己写的，就自己写的就是有点歪歪扭扭。写的也是这个啊，怎么可能？这个就是拍这个拍的照，怎么可能店里不是这个？我先去拿个玉米吃啊，说的。写的湖南吗？我去看一眼啊，因为上架是滑稽搞的。滑稽搞错了吗？难道？我去瞅一眼。Well, sorry to trouble you. Hope you enjoy the rest of your day. 这我觉得已经不是在乱的状态，店里没写什么湖南是什么呀，别胡说八道好吗？湖南色不就 Hysteria 吗？没有搞错呀，店里面没有搞错呀，你在说什么？什么叫店里强迫症写的胡兰？店里就只有这个照片而已，胡兰是写的 Hysteria， 怎么可能搞错了？这神经病！透明是什么？这款没有透明啊！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哦，我看到了，不是不是不是，我看到了，我刚才没有点上它，你点上它下面有个小小的说明，这个说明上确实是错了，不好意思，我喷错了，你是对的，向你道歉，回用滑稽改一下，透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跟滑稽说一下。
已经下单了，我的天哪！你要是已经下单了，那就麻烦了。你要下单就麻烦了，我要得联系华基去。羽绒服都没可以穿，那个羽绒服是很厚的，那个羽绒服是一款很厚的，肯定是可以穿。便宜，便宜的不是羽绒服，便宜的是棉服，店里100多块钱的写的是棉服。我有写羽绒服吗？我去抽烟。没有人写羽绒服呀，没有写羽绒服，说的是棉服夹克外套。雷帽卫衣，我这身穿不就雷帽卫衣吗？你说之前的上个版本的不做了，那个发泡衣太麻烦了。对，最贵那个可以穿的。然后这个印的字数它可能会印的再高一点，现在这个有点低，我感觉。不冷啊，我们这儿还很热。苏州 今年超热，我觉得这个裤子我穿确实大，我得一直提裤用。我穿确实有点大。268那个你觉得便宜？268那个确实是羽绒服，但是那个并不便宜啊。你说的便宜，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棉服。268还便宜吗？很贵了，那个是很厚的羽绒服，东北肯定可以穿，那个超厚。吃个饭啊，呛你坚强，这就是我的晚餐，一根玉米，我可能再喝个蛋白粉，然后这个杏色卫衣，我跟你说有一个缺点，我也是王翰拍照之后才发现的。杏色卫衣不能，就是黄皮肤的人不能穿，会更加显得你就是很黄。就是如果你不是皮肤很白的人，特别是男生，你就不要穿杏色了，你就这个颜色就永远告别了，因为这个颜色真的只有皮肤白的人能穿。不是透，就是皮肤黄的人真的不要穿这个颜，加倍的黄，真的。就原来皮肤黄的人适合穿白色，不能穿这种杏色。黑皮肤也不好看，也是就是很黑皮也不行，就是总之就这个杏色对黄黑皮不友好。是黄皮，橄榄绿，橄榄绿跟藏蓝色，还有黑色，就黑色白色肯定适合的，然后橄榄绿跟那个藏蓝色非常适合。连体工装没了，好，我先吃个饭，啃一根玉米。
吃完饭我们再开始了。猫拉屎臭，当然臭，我房间超臭。是，你吃吗？不就是落日灯呀，你去搜一下落日灯，那个灯我用了好几年了，一般是用在卧室的情趣灯。等一下，我得去搞一下，把那个唯品会给删了。他妈的，天天弹出来卡住我摄像头。但是我手机里根本没有唯品会，那为什么可以一直跳出来？我觉得蛮奇怪的。
你们会怎么搞？你们会吗？我已经要吐了。就是这个唯品会不停的跳出来打断我的摄像头，但是我的手机里根本就没有唯品会啊。就是我搜也搜不到，要怎么删掉它呀？它是从哪跳出来的？系统设置不许提醒吗？啥叫浏览器订阅啊？太高级了。百度一下，妈！他如果经常再打断我一次，我心态就会爆炸。关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新消息推送，但我不知道关的对不对啊。你们知不知道玉米里面有虫子的？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玉米的虫子在哪里吗？这个城里人都不知道的，还有说在虚字的，
还有我的 from 里的，真的很可怕哎。就在这里面，玉米丝里面，这里面它会把它吃空的，就这里面会有虫子，它会吃出一个通道出来。我小时候会挑，如果有虫子的我就不吃。算了，为了节省时间，只吃半根儿。来此够。嗯，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得人工打字。吃呀、啊，我只吃了半根，这还有半根根本就没吃。先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涂鸦卫衣哦，这个涂鸦卫衣就是我现在穿这个，它一共有四个颜色，但是我这只有两个颜色，因为我没拿那么多货，我嫌麻烦。应该其实都应该都拿了的，但是我没拿。这个卫衣呢，79，它也是毛圈。就是我们先说它在卫衣里也是好的，就它是毛圈，你们反正你们也看不到。总之卫衣里面比较好的材质就是毛圈，毛圈分两种，最好的是大毛圈，然后次好的是小毛圈，但大毛圈很贵。我之前买过那种看货的时候买过那种大毛圈的样品，但是大毛圈可能要200-300一件，200多一件，就是当然不是出厂价，那出厂价估计得快200块。简单来说就是，哎，音乐声音大吗？简单来说就是毛圈是比较好的。其实我去年这个我拿的是上个版本的这一件，就去年双十一卖的，这个你们都买了很多对不对？但因为这个是发泡，这个是发泡字，这个是卖了128，因为这个比这个厚。保暖吗？也不是很保暖。这东西你说它是薄薄层铺，它能有多保暖？那肯定没有什么保暖内衣什么羽绒服这些保暖，它也不是保暖的效果的。然后今年的本店消费降级了。消费降级了，因为这个就是贵的这个
我觉得还是找便宜点的那个厂家，就这两个成本就要差多三四十块钱，就是这个比这个稍微厚一点，这个比那个薄一点点，但这个便宜，这个只要79，便宜了50块，你想想看。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而且我觉得冬天就是大家不用穿那个，就穿里面你不用穿太厚的，反而会窝囊。比如说你冬天穿这个，其实外面就穿个大衣嘛，对不对？我给你们秀一下，但是我穿大衣跟你穿大衣效果肯定也不一样。我先找个我的大衣。就是去年那个版本的卫衣，它是适合秋冬天，就是穿在那边单穿的，它比较厚实一点。但是现在我觉得反而就是要穿这种薄款，穿里面就比较不窝囊，对，比较不窝囊。你看，这个就是我平时会穿的大衣，我最近都穿这种土色。我最近很多衣服都是这种土色，就上年纪了，比较就是朴素一点。我觉得这种颜色比较接近工服。就是你看，穿大衣里面这种薄的，其实比厚的要，我觉得要舒服一点。是不是？所以就这种卫衣就是比较适合冬天套里面穿。是的，虽然我是不会里面套卫衣穿的，我里面。北方你就穿羽绒服啊，北方你外面就穿羽绒服外套好了，我是这边暖和穿的这种呢子外套什么的。围巾算了吧，反正就是对推荐你们。然后这个一共有四个颜色，就这个是杏色，还有黑色，然后灰色是 cycle， 然后那个那个颜色叫什么？就湖蓝色的 hysteria， 但是因为疫情，我要的那件到现在还没给我运过来，所以就是没办法了。我自己穿了一件，就自己写了一下，嗯，反正就是效果嘛，就这个效果，79。这个卫衣怎么可能会透？你问你什么问题？卫衣这么厚怎么可能会透？就是，79这个质量是基本上不可能买到的，特别这个还是涂鸦的，对吧？反正就是穿这个效果，然后裤子就是这样子，是的，就很学生风，是不是？但是我自己是不会穿的，太幼稚了，比较适合你们年轻人。我的羽绒服薅了出来，双十一过后会便宜，是某几款会便宜啊。这个卫衣不会的，这个卫衣我也不准备降价，这个卫衣就是79了。我把我的羽绒服薅了出来，可以给你们看一眼。羽绒服就是我自己的这个白的，这个白的羽绒服我穿了很多年了。真是骗小布时间，我有点夸张。这个79哎，小布不是不会买这个的，小布会觉得这个太 low 了。小布是不会买这种79的卫衣的。对，你现在可以买啊，现在买可能还便宜一点，因为这个不会降价。
我是觉得你们太夸张了，有点。那吴承吉穿什么衣服？不穿衣服裸奔吗？我七十九还骂我屁小布，我真的有点受不了嘞。我要怎么做你才满意？我一分钱不挣送给你是吗？这个就是我冬天穿的，但这件我已经穿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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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了，穿了八九年了。然后我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买过这么好看的羽绒服。这个羽绒服其实才六七百块钱，但是它我在它身上洗它的钱已经超过了四五百了，因为每年干洗一次就五十块，已经洗了八年了，已经四百块了。但是我再也买不到这么好看的羽绒服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个品牌也倒闭了，但这个羽绒服就是很好看。哎呦，给你看，就是这个帽子有点窝囊，你不要看这个帽子，看很长，它就是很好看，是不是？也很适合我。这个品牌都已经倒闭了，总而言之对，这已经绝版了。你干洗啊，它每年会发黄，但你干洗一次就又白回去了，就没事了。而且它是纯白色的，所以你可以尽情的漂它。这件其实也是他们家的牌子，也倒，就是它倒闭了，没了，也绝版了。这件我也是双十一买的，很多年前双十一买的，因为平时买我觉得贵。这件双十一买的时候也三百多，它就是一个羽绒的，就是说坎肩或马甲之类的东西。它其实展开就是个大平面，对不对？但它可以这样子。哎，我这跑题，没有跟你们讲店里的衣服，但是总之就是给你们一点参考，就是它可以这样穿出来。这样，然后这样活着很方便，对不对？很暖和。是的，反正就是这种羽绒的东西，我是建议大家用。但是它还有同样的是容易脏，每年干洗要花五十块，所以这件我干洗它费用也超过三百了，基本上。那今年也很脏了，都是被猫咬的这种东西，很旧。没有湖蓝色跟那个。灰色都有货，只不过是我这没穿。你下单好的工厂在印，就是说得推荐大家，如果你们很老，而且在南方用不着这东西，这都是我在北京时候买的，南方用不着这东西。你要这样想，一年五十确实还好，但是你花干洗都花了三四百了，就它本身也不值那么多钱啊，你会觉得，对，但是它蛮实用的，我只能这么说。那这就是我某几年前的双十一买的。然后我直播的时候就会围一下它。然后还有就是饱受大家诟病的这个裤子，就大家觉得这个裤子很普通，普通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这个裤子我穿有点肥，对，但是它可能就追求这个宽松的效果吧。哦，对了，你们看我上身这个卫衣跟这个牛仔裤，如果你想达到我这种宽松度的话，你就得买大一号，你就得比它推荐尺码再买大一号，不然就没有这种宽松的效果。如果你想合身的效果，那就无所谓。他们说太普通了，这个裤子多少钱？我卖，我这也是六七十块钱。68，
行吧，总之这个裤子只要68，就是你68也买不到这个款式，我觉得，还行，反正就是，对，就是小布不会买的，就是太 low 了。真的，你现在买一套三套下来200减30，是不是？我觉得我都没赚钱。你买三件超200，220、230，200减30，基本上就是没赚钱。这个现在穿吗？这个裤子什么时候穿都可以啊，冷就里面套东西嘛，反正它比较。披肩，我刚才不说都倒闭了，那牌子都没了，你去哪儿搜？我自己都买不到了。你就买这种披肩式羽绒服应该很多的，就不一定非得买那个牌子。那个68的跟这个62的跟这个有什么区别是吧？62那个就是更直筒。又有人来阴阳怪气了，小布哥哥们多买一点。我真的很想问问你买的衣服多少钱，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现在穿的卫衣多少钱。前两天来我们店里干活那些那些志愿者也都算是对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他穿了一个卫衣，我觉得说啊你这卫衣还蛮好看，多少钱？他说100多。我就想说哦，果然我卖的还是够便宜的。好，这一件就 OK 了，我给大家下面的换一件这个，你们想看这个黑色的吗？但我觉得黑色就不用穿了，就跟这个一样，就字儿不一样，反正就是毛圈的，然后我觉得79绝对是物超所值。还有很多呀，后面还有好几件衬衫，不要着急。你们想看那个黑色的吗？你们想看这个黑色的？蓝色没到，手里没有。湖蓝色等过两天到了，我给你们穿。看夹克就直接穿外面就好了。我先看夹克，夹克比较省事，我就穿外面。区别无外乎就是今年可以给你们看一个全身的。第一个就是这一件，这一件是我寄予众望的。好，那涂鸦卫衣我们就过去了，我们现在就是棉服，这个叫做工服棉服。这件多少钱？100。169。它其实也有三个颜色，但只不过是暖和吗？它是棉服，它再暖和它也不可能比羽绒服暖和的，就是这东西东北肯定是不够的，但南方肯定够的。反正全身给你看什么样，这我穿有点大，但是全身就是这个效果。全身就是这个效果，这个还是适合男生穿，我穿就是有点大，但是也有女生会穿这个风格，我觉得所有的衣服，所有的都是 L 码的，你就买这个颜色，买这个质量是很好的，一个线头都没有。然后，对，然后这里还会缝个标，缝个主意的标，但是缝到背后，但是现在这件没缝，因为这是
模特服，导致我穿有点大大的，男生穿可能比较好。还挺好看吗？总之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是小布审美就会觉得这个不好看，因为就他们会觉得这个太朴素太平凡了。薄厚适中，就是不薄但是也不厚，就是很适合南方，再冷一个月穿，但是冬天也就这样子了，不会降大了吧，不降了吧。我们看多少钱，不是你降价跟你现在买是一样的，你现在买你超过200减30还比较便宜，因为我降也不可能降30嘛，你这个随便买一件超过200一共降30，我这个降就降10块钱，反正这个就是比较朴素的工装款，你现在买如果你超200肯定是买这个划算，现在买划算。尺寸表详情页上面有的，它有推荐的尺码，就是是多高的人适合穿什么，反正就是说也不怎么，就是说对，就是低调朴素路线，低调朴素路线。比较小布也没有，我不怎么喜欢，就是我看上的我觉得都是就是怎么说呢，能被我看上就是我不太喜欢那种花里胡哨男装，但是这个男装我又觉得只有我穿好看，就你们穿我都会觉得它可能会有点平凡，就比如说如果你穿出去我不会多看你一眼，我就会觉得就是啊平凡的外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会觉得很好看吗，如果你长得很帅我可能反正就是，而且就是对朴素经典耐穿，我这就是不花里胡哨我也说不出来。300-50我确实没赚钱，我只能这么跟你说。怎么不找男模特？就说这个问题，就男模特穿就是平凡啊，我自己穿可能还有点这个反差感。就是你们觉得女生穿男装还是个节目能介绍，那你说我让店长来穿这东西，就是一股淘宝的味道。对，就是，我说不上来，我就觉得没什么直播效果，所以只能我自己来。皮肤黑就穿黑色呀，黑色白色都可以，对，反正就是平凡朴素风，然后它的细节都在这种口袋，你看比如这种侧开大口袋下的细节就是比较有设计感的地方，就属于就是细看会比较有设计感，然后比较朴素，但是事实上没有什么，主要是它的面料很好。这件我跟你说拿到时候最惊喜是它的面料，因为它的面料不是那种就是说这个颜色也很好看，这个颜色就是灰灰的，但是它是那种带着一点就类似闷青那种，带着点青色的，对对对，说得很好，我觉得你比我适合带货。就是耐看，就你看它不会说就是为什么会挑这个衣服，主要是耐看，因为我个人我只买这衣服都是我个人那个买衣服的经验嘛，有时候会买一些比较夸张的衣服，或者是比较觉得有些流行元素的衣服，但是那种衣服看的时间长就会不耐看，就看两天就会很烦。你像我比如说我羽绒服有很多件嘛，但我最后穿的时间最长就是那件白色的，就是白色的简单的。然后这件我挑的时候就也是这种心态，就是说你就会越看越觉得说越好看，就不会说两天觉得啊有点腻，就是它这个设计有点就是浮夸，或者是这个东西已经不流行了，或者是怎么样。对，所以总之就是耐看我个人觉得很重要。
这一套还可以啊，对不对？它这个外套，如果你不像我这样搭配，如果你不搭配我这个裤子，它就会很平凡。你们能感觉到？还有里面这个涂鸦也是，就是它就把这个比较平凡的这种朴素的感觉里面带了一点就是灵性，还有这个裤子，给你们整体感受，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穿的是比较朴素的裤子，它就会对比较一般。买一套多少钱？我算算看，一套是79，79加68是多少钱？79加68加169，算一下，79加上68加上179，326。我靠，326减50。326减50基本上没赚到钱，都是男装没有女装，就是你想买一套表就买一套，300块钱，我自己听了我都想买，什么店300块钱可以买一整套，而且质量都很好。哎，280块钱买一整套哦，不是300块买一整套哦，现在是300减50，就是280块钱买一整套棉服加卫衣加羽绒服，然后质量都很好，我天哪，我听到都心动了。推荐尺码，你就看那个页面上，然后你要是拿不准，你就问客服。你就钉钉滑稽就可以了，钉钉客服。对，而且是冬装，哎，拜托，我280买一整套冬装 look。不是很又休闲又好看吗？是不是？而且上面还有主义主义的标，就这里会缝一个金属标，后面会缝一个主义主义的金属标。好 ，OK， 然后我再给你们展示第二套，第二个棉衣。第二个棉衣我就里面配一个黑的吧，我觉得这样有点就不一样的感觉。我去换一下衣服。
我说我发现有一个杠一，他说厂里的工装都比这棉服好看，你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你就说，比如说你说你不喜欢，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不好看也就算了，他也不至于说厂里的棉服都比这好看吧？而且就算你真的这么觉得，就是。你也不用在直播间说呀。反正这件就是黑色款，然后这个字是我当时拍照的时候手写的，就是事实上印的话效果比这个手写的要好一点，是银色的。但是它现在由于这个光呢，你看不出来，就是它是一张金属感颜色的。这个是 perversion， 就是对倒错。然后这个裤子我穿的就店里的裤子，但是卫裤。但这个就是去年的老版本的卫裤，我自己其实这个自己我平时家里会穿，就是蛮舒服的。这个卫裤就质量真的很好。反正这个裤子就是卫裤的，就不像刚才那个裤子比较有设计感，它就是一个质量很好的运动卫裤。看看这个翘臀，啊，这个裤子很大的。然后对，我为了套那个棉服外套，我觉得用这个。我觉得这个黑色的会比较好看，就是这一套里面套这个黑色会比较好看，我愿意穿这个，是不是？就跟刚才那一套就不一样的配色，就是这个配色是比刚才那个配色要好看一点。因为比较亮嘛，还有滤镜什么的，它就颜色浅一点，事实上颜色比这个深一点，就是棕色的。哦，如果男生穿这样一套，我会觉得它比刚才那套要扎眼一点。这个不显黑，这个对黑皮肤跟黄皮肤的人比较友好，因为这个就是男生就是平时的主流配色，大概就是这种配色吧。这个可能对他们要跳一点，因为这个是现实里面还蛮鲜艳的，只是现在看会那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主流配色，就男生可能会主流会这么穿。刚才那一套就是
杏色加灰色那个，因为一般男生会比较黑嘛，对一般男生不是很友好。但是这一套就说比较不挑人，比较百搭。就如果男生穿这样，我都会觉得说，哦，还蛮好看。就我是第一眼啊看到就觉得还不错。我出去看了一眼，我出去看了一眼 KPI， 我当时是想法是，如果我说了半天，销售额没有提升，那我就不带了，穿着穿着这个累，一身汗，然后发现还是提升了两三千呢，那还是得接着比比。就是对男生穿这个，我会觉得比较，对，就第一眼看穿比较好，就比刚才那一套要亮眼一点，而且这套比较友好，主要是对一般的肤色比较友好。是不是还挺好看的？里面就配了这个涂鸦的字，就没有那么呆，对不对？就有点小调皮的感觉。然后这一件还有那个黑色，但黑色的就是很多男生都是黑外套嘛，就比较平凡，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看。有没有内兜？我查一下，没有。这个价格他应该是不会做内兜的，我觉得。哦，然后他也会缝一个标，缝一个金属的标，缝在这里，就是一怎么一怎么的标。但是那个这一件是让衣，所以没缝。穿上就是这个感觉。其实我觉得黑色也还行，但黑色就是比较一般男生会穿的。对，这个叫什么菱形格棉服，这件多少钱？149，这件这么便宜吗？我天，为什么这么便宜？我当时怎么想的这个定价，我已经然后吐血了，甚至比刚才那个便宜20块钱。我觉得这个就是黑色的，一般男生就可能会穿这种，就是黑色加黑色，下面又不想穿一身纯黑，下面会穿一条灰色裤子，对不对？因为这个就是很难装的，就是有点平凡的男装。我现在这个裤子2XL 的，但是我穿也不是很长，但是又很肥，你看它很肥，但是并不是很长。我订的，但是我老怕订贵了，我就会一直往便宜的订。没有，不要着急，这个衬衫了好几次了，不要着急，现在是棉服。反正这就是男生一般会穿的风格，也蛮好看的，是不是？但是因为我长得好看了，你们穿的话，里面就一定要穿这个带银色字的，就会比较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会没有这么呆，就会稍微有点设计感。因为我那个，我跟你们说，这次卫衣我也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就是这种金银印刷市面上也是比较少的嘛。我现在这条 L 的，但是我才100多斤，1.67米，我现在这件是 L 的，你自己看哦，是 L 的吧？很
的，类似是 L 的，是的。这个字事实上会印高一点，我自己写低了。其实这个我记得我要的是 L 的，所以它应该是 L 的。然后到时候也是这里会有金属标，就是看起来有点设计感，不会洗掉的，因为正式是印刷的，这个是我自己写的。哎，好了，我歇会儿，喝口水，好累啊，好累啊。会议没有加绒带，上个版本没有加绒带，但上个版本呢，我有点不太喜欢它了，喜新厌旧有点。是的，因为样衣全是买的 L 的，全是 L 的。上个版本的红色绝版了，没了。OK， 然后就是，首先是第一件，这个蓝色的我是有点后悔，因为我觉得这个蓝色的要，我觉得这个蓝色应该再大一个号，这个号即便是我穿也不是那个宽松的感觉。这里面穿的我穿的就是这个啊，字儿在这，这个到时候印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 logo 缩小一点，我觉得有点大。总之我穿没有那个 feel， 我穿男装衬衫没有那个 feel， 我觉得是不是太男装的关系啊？不行，这个太男装了感觉。嗯，是工装蓝，但是它这个衬衫好就好在它的材质，等你拿到就知道，是那种就是磨毛的材质。
不够宽松，太像工装，太像工作服了。所以这一款你们买的时候一定要买，切记买大号，一定要切记买大号。我这个号真的不成，我觉得太工装，真的太工作服了，太厂服了。但其实是套的问题，我觉得。对，绿色可能会比这个颜色好一点。那这个颜色，我跟你说，你拿到实物你会很惊喜，它拍不出来。但是你们相信我，没错的，这个实物很好看。你拿到就不会后悔。只不过是我今天穿，这个也是 L 的，我穿都是 L 的，所以我就跟你说，你这个得二叉 L， 我觉得可能比较合理。对，这个我穿有点太长服了，我觉得。这一件是38，它有三个颜色。这是38吗？我的天，吐血！我定了38，好吧，吐血。可以直接贴肉穿吗？当然可以啦，就是如果你贴肉穿，然后把这个扣子系起来，也蛮好看的。对，我觉得你说的对，我觉得它不好看是因为这个，我换个风格，我按照我自己的风格穿，但我按照自己风格穿，就绝对不是你们穿的那个感觉了。我要按照我自己的风格穿，不要按这个男装穿。啊，莫兰迪为什么不让打色这个字？好吧。啊，我要换一个感觉穿它。我觉得跟光太亮有关系。这个光好像好一点。好，我要找回场子，我换一个方式穿。我里面不能穿这种东西。场子就是，但是你们穿肯定不是这个效果啦，你们也不用看的，我觉得。
但是这件衬衫我觉得可以建议女生买，就是女观众不总说没有衣服没有女装吗？我觉得女生可以买。我觉得女生可以买这个，它不是还有灰色跟绿色吗？但这个蓝色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是你把它，对，女生我觉得可以买这个，但男生穿起来就不是这样。什么面料？就是我说不上来，就是它里面是这样亮亮的，你看亮亮的绸的，那边是磨毛的那种，质感很好的，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就是女生这样穿是很好的，是不是？总之就是对，不容易皱，这个是不太会压皱的面料，就有点硬的，我觉得。这个当女装推荐吧，我觉得。就只要38块钱，然后这个我自己是属于我自己会穿的，但我自己不会穿这个颜色，我可能会穿那个绿色的，或者是那个灰色的。不是法兰绒，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说很特别的，我说不上来。反正我就跟你说，你相信我就买，你就是看你，就是这里就需要信仰之欲，就看你信不信，相信我就买，真的。可以打底啊，你可以直接穿，就是像我这样穿，或者是你再扣一颗。38，你真的买不了吃亏，你也买不了上当。就是它最特别，就是它的这个材质，这个面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就是很好看。但是我觉得不够宽松，连我都觉得我得再穿，就是更大的一个号。就是它的下摆也不是那种就比较大比较宽松的，它就连下摆也是那种比较，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看连这里都不是很宽松。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对它就是面是有点哑光，但其实还有点亮亮，就是它就做的那种既磨毛既哑光又有点亮亮的感觉，就你达到了就会很喜欢。我现在这种牛仔裤我穿了3-4年了，当时也是50-60块钱买的，因为很懒就会穿牛仔裤，不容易皱啊，因为这是男装是吧？啊，你说的对，我怎么觉得？我说为什么他这个下摆就比较直筒，跟我那衬衫不一样，我那衬衫下摆都很宽。啊，你说的对，因为它是男装，所以就是对男装不太一样。因为就是现在出门也很少什么正式场合啦，都是对，就是不像过去聊什么 social 社交场合或者是娱乐性场合、享乐性场合。牛仔裤穿着出门方便，穿着能出门又不怕脏，不怕那什么，然后又比较那什么，就是不怕脏，但是又能凸显身材。所以我最近这条牛仔裤穿3-4年，我基本上我就只要出门就在穿它。然后至于什么什么，慧妍来了 ，Hello， 今天是正在上男装，因为慧妍他们送那个学徒礼物，说要送那个卫衣嘛，那卫衣你错过了，卫衣正在刚展示完了。男生你穿这就像我这样穿就好了呀，也不需要怎么搭。我这个穿法就也是男生可以穿着穿的，你就像我穿这种，就是下面穿个，但是因为男生那种身材，所以就会比较单调一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就是
男生想穿这个没有那么单调，你就还是里面得套个东西穿。我现在感觉，因为我觉得你对你只能像模特那么穿，男生你像我这么穿就会比较单调，因为你下面没什么东西。就会给人感觉很无聊。可以扔洗衣机里洗，没问题。你是买绿色还是蓝色？看你的肤色，我觉得我建议是怎么说呢，如果是女生的话，你是女生吗？我看你 ID 是女生应该。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觉得绿色会好看，说实话。如果是男生的话，你可以买这个蓝色，女生我建议你买绿色。这个白色就不太，就应该比较平凡，因为它这个好看就好看在它这个既闪光又哑光这种感觉。是女生我建议买绿色。OK， 然后我们再展示，这是第一件衬衫，莫兰迪色系衬衫，然后就是大家都期待、万众期待的灯芯绒衬衫，灯芯绒衬衫多少钱？好像也很便宜，我记得我都不敢看了，现在48。我去换灯芯绒衬衫。这个衬衫其实就是我觉得女生穿也蛮好看的。我觉得也可以女生穿。然后它不是那种就是大灯芯绒，它是那种小的，就不是那么老气的，就是它是有点麻有点灯芯绒那种感觉的，没有那么老气。反正我觉得这个女生也可以穿，因为这个好像比那个要就是宽松一点，感觉上。这个灯芯绒有几个颜色呀？我去瞅一眼，忘记。啊，这个有四个颜色，还有咖色、灰色、黑色。反正它是有点麻的那个，我觉得咖色也蛮好看的，我觉得咖色跟绿色好看，因为灰色跟黑色比较平凡，我觉得。你们觉得比那个蓝的好看吗？衬衫四个了还不够哎，还上。这个好看是吧？男生穿什么颜色啊？反正就黑色跟灰色比较保险，但是你想就是说你想跳一点你就穿这个，应该也是 L 的，这个 L 我穿刚好，就是你们穿我觉得这个宽松度是刚好的，但是你们穿就要再大一点，我觉得
我为什么会定到四十八？我现在觉得有点奇怪。是这样，我定的四十八吗？我得确认一下。天哪，我才定四十八，反正就是比较那什么，对，而且它不是那种正装衬衫，我一米六七，它不是那种正装衬衫，穿起来就是很休闲，然后也不怕脏，也比较耐穿，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对它这个不对称的这个袖口的设计，这个袖口是不对称的，就有一边高一点点。有一边高一点点，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女生也可以穿，可能这件就是，是不是？女生这样很好看呀。男生就是，你就像模特那么穿也行，或者怎么样也可以。嗯。你刚才提醒我，这个应该是男装的，女装会下来比较宽松，男装的就是，你看他不这样穿的话，就是比较，就是比较，就我的意思不是我那个穿法的话，它其实是比较直筒，就是男装的，女装身材就会比较宽松。反正总之男生也可以穿，而且这种材质是比较特别的嘛，就是这个叫什么，反正就是类似麻的什么的，特别适合浩纯这种文艺男，特别适合这种，对，我要处理个事情，就是这一件是48块钱，我，但是这两件，比如这件跟刚才一件比起来，你问我喜欢哪一件，我比较喜欢另外一件，因为这个材质呢，对我来说就是太文艺了。你们没有发现我不太喜欢穿文艺，就是女生其实就是森女系嘛，就这种就是说什么小灯芯绒，就是麻麻的这种就自然系的材质，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我的衣服也没有这种感觉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森女系的女生可能会，就是说这个适合那种就是淡颜的女生，就长得很干净的那种，然后有点文艺气质的，就是我觉得她比我穿这种，对，或者是那种比较中性的，这个适合，这就是男装啊，这说什么，我就是说我对我的气质不是这种，所以我比较喜欢上面一个就是亮亮的，我不太喜欢就是这一种，我戴眼镜也没有文艺气息，我戴眼镜就很像那个女教师什么的，家庭女教师之类的。反正就是说，虽然好看，但我个人不太穿这种感觉的东西。好，然后我们就是第三件衬衫，工装款。
衬衫怎么说呢？就是说，它就是滚装衬衫，连我也穿不出它的感觉了。它就是一件男装的滚装衬衫，就中规中矩，然后很厚，是那种就是棉布混了帆布的质地，有两个口袋。但是稍微有一点设计感是，就这个口袋没有带那个就是翻带的，这个带这个翻带的。这件多少钱？这个没有绿，就是我这里手里没有绿色的，78啊，这个比较贵，这个78，因为这个就是斜纹布。OK， 因为它比较厚，对，这个应该叫斜纹布工装衬衫。这个叫斜纹布工装衬衫，然后它这边是有点设计感，它不对称的。男生穿这个会比较好看，就是特别是适合那种低调朴素型的，我觉得。这叫戴眼镜是吗？但问题是我没有眼镜，我家里我也没有黑框的，我有一个没无框眼镜，但那个眼镜我找不到在哪儿。哦，对，这件应该男生戴个黑框眼镜穿会比较合适，是不是？总之它没有那么单调，就这里有个设计感。马农不是格子衫吗？我觉得工装衬衫，而且它有点设计感，我觉得工装衬衫还是比马农衫要好看。然后这件也建议大家买大哦，这个我穿 L 我都觉得刚刚好。这个当时毛汉怎么能穿刚刚好啊？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我穿起来，我建议你们XL 或2XL 啊，这个我穿我都觉得不是很宽松了已经。对，反正就这件女生不能穿，这件是只有男生能穿。帅的，我觉得。你们现在可以把我想象成一个长发帅哥，那我穿这件就很合理，是不是？对，合理的许多，合理的许多。穿的好看是因为我的脸比较男性化，如果是那种很甜的女生，穿的就不太对。我的脸也比较像男人，所以看着还行。如果你是那种就甜美型的，或者是那种女生不行。反正就是还行，戴个眼镜可能会更好。但我真的家里没有眼镜。好，这样的话很厚。我今天那个为了带货真的拼了，给你们，就为了带货，对，都开始给你们秀我的曲线了，真的已经拼了。主要是因为花钱地方太多了。对，你现在把我幻想成是一个男人，你会觉得很帅，对不对？你把耳环去掉。那我觉得可以把耳环去掉，把耳环去掉就更像男人。是不是？不要口红，好像也可以，我觉得。贝雷帽啊，没有，也没有那些东西家里。
我扎起来不像男人吗？我扎起来反而不像，我觉得。我扎起来比较不像，散开比较像。好，来吧，我们这件是78，然后还有最后一件，就是那个一个衬衫外套，我去换一下。小意，只不过是它比刚才还就是更厚一点，然后这个其实可以当外套的。等一下我把我的那个美颜的妆全部关掉，我看一下会不会像男人，总调一下关掉美颜，怎么关掉美颜？调，不要着急。哦，不行，关键美颜好丑呀、啊！我其实美颜只是妆的区别，但是妆不够浓，今天妆太淡了。素颜的滤镜，也不是很素颜，我觉得妆还是很浓的。这个滤镜根本也没有素颜这回事。算了，我受不了了，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在调滤镜。
好，你们说这件好看，这件反正就是模特穿什么样就什么样。这件也78，这件就是叫什么衬衫外套之类的吧。工装衬衫外套，反正这件也78。这件我现在也觉得，这件我说实话，我觉得男生穿还比较好看，我穿比较平凡，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这个颜色。难道是因为颜色的关系吗？就是男生穿这个颜色的不多。嗯，它是类似有点麻麻的那种。I don't know， 我不确定哎。对，应该是这个关系。跟你说，就这个颜色显黑显黄，所以男生很少穿这个颜色。所以我就说男生会穿这个，我就会觉得比较眼前一亮，然后我穿就觉得有点平凡，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原因，所以我穿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很就是平凡的衣服，一个版型也是男生的，就直来直去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男生穿可能就比较好看。总之，你们把我幻想成是一个男人，你们把我想成是一个男人，我觉得这件就比较合理，是不是？对，就是女生穿这个我觉得有点一般，但男生穿就比较好。我现在有点肚子，我现在体质20，我得减到18才行，有点点肚子。好，今天的新品推荐会就这样结束了哦。我去换一下。哎，好累哦。女装衬衫就看很宽松，下摆也很大，然后这里还可以剪开，然后还可以这种就是亮晶晶的材质，所以说果然魏明子说的是对的，男装就是
就是丑陋的女装，就还是女装比较好看。男装真穿一晚上真的丑陋，感觉。对，就果然 女装的女生衬衫版型比男生还是好很多。没有，我这个你也可以穿呀。女生就很华丽，是不是？就亮亮的，然后这种鲜绿色的，对。女生的就很华丽，男生就是丑。黑色背部后面一堆折叠词的那个是前面，不是后面。那个在知乎也是就是备受诟病。对，男生们，你们说实话，真的是因为你们没有勇气。特别是本职无点的卤舍们，你们要是有勇气穿女装，我就以后做女装了，我就不做男装。因为女装其实我也可以做到这个价格。如果你们敢穿女装，我们店我就转做女装了，不做男装了。因为女装变化跟花样还是比较多，男装就是中规中矩吧，就那样。裙子我自己都很少穿裙子，不方便，主要是我自己大部分情况下穿裤子。而且其实是有人适合穿裙子，有人适合穿裤子，你们知道吗？但是看你的那个肚脐跟那个，就肚脐跟胸这上面的比例，就是这个上面比例，如果是比较短的人适合穿裤子，如果长的人适合穿裙子。就简单来说，腰线高的人穿裤子好看，所以就是我是比较喜欢穿裤子，因为穿裙子显不出来，裙子一穿就把你那个腰线那个腰臀比遮住了，所以我不太喜欢穿裙子啊，除非是那种就一件式的这种，就从上到下的我会穿。好，我先歇一会儿啊，我好累哦，这里痛折腾。还不错，经过一通折腾卖了几千块钱。哎呦，全靠我呀！现在我们这个小组除了我全是赔钱货。好累哦。感谢大家支持，一会儿会有抽奖活动，一会儿给大家抽，稍等，让我抽完这根烟。
我今天买了一包新的，那包已经没了，就是买了包新的。工装裤跟牛仔裤，我牛仔裤其实就是工装裤，干活干的呀。就牛仔裤还是比工装裤要耐磨的，你要说纯那个硬度上来说。确实我压力也蛮大的，我最近抽烟我也觉得会长皱纹，皮肤也不好，但是对最近抽两根吧，放松一下，过两天这包抽完就不抽了。牛仔裤有宽松的呀，我刚才店里那几条都很宽松。今天买了啥？今天啥也没买呀，今天就把昨天购物车的清了，啥也没买。今天我今天淘宝都没看，因为我没什么需要的东西，我感觉。矫正器都买了，都我看有个今儿都发货了，明儿都能到了，太快了。但是你不会抽烟，很多人不会抽烟，就是他那个烟没有吸进肺里面去，就没有那个放松的感觉，尼古丁没有进入到你的血液。听听这种歌，然后抽一根烟，就觉得很放松。抽烟真的会上瘾吗？上瘾其实是，很多因素决定的呢，就不只是物质成瘾，游戏也上瘾啊，赌博也上瘾啊，什么都能上瘾啦。就是成瘾机制有分物质性跟非物质性嘛，非物质性成瘾什么游戏啊之类的，就是说，比如说你抽烟你能抽上瘾，那肯定也是其他的原因导致的，就不是单纯的抽烟的这个物质兴奋的问题。因为你喝咖啡喝茶也可以兴奋，那有人喝咖啡也上瘾，有人喝茶也上瘾，就不只是说抽烟的问题。苏打水也挺上瘾的，我夏天就苏打水上瘾，天天喝，不喝就难受。苏打水冰的特别好喝，就是夏天特别解渴，就是冬天没什么感觉，夏天就是喝那个，我夏天必须得喝冰的那个水，然后那苏打水更爽。我个人最喜欢的鸡尾酒就是嗨爆海波，就是纯苏打水加上纯的 whisky 加一块大饼啊，好爽，夏天不要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多谢大家支持。下面是抽奖环节，本来想说抽那个齐孝子的 T 恤，但是被我忘记了，今天很多事情，然后我去一趟店里面忘了拿回来了，所以就不抽那个齐孝子的 T 恤，但是抽另外一个东西，抽另外一个珍藏版，我也是最近整理当中发现的。已经绝版的东西，非常令人怀念的，就是那个哲学笔记本，当年的剩了几本，下面还有魏明子的签名，魏明子敬奉，就是我们两个合作的第一次合作搞的，这个编号是00058，都是灰。这个你们买过都知道，质量非常的好。这个笔记本封面是我设计的伊卡洛斯，烫金的封，你看看不看到灰？擦擦灰。这个有三本啊，给大家抽一下好了，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个礼盒什么都没了，就剩一个笔记本。这个是59吧，应该啊56，这是00056这一本是。这本是57吗？对，这本是57，这三个是连号，575567588，不会重新上了。这个印一次又一次又得几千，得500本、1000本，然后很贵。这个成本一本就40多块钱，因为这个你们有没有直播间没人买过的？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里面内页非常的复杂。它内页它有这种功能的，就是日历，这日历也不能用了，这是2021年的。然后有这个每月总结，就是功能页，每月总结功能页，然后就是彩页，这个是胡塞尔，它就是每个月有两个哲学家，然后里面的格是我这个喜欢的这个就是网格，然后Wittgenstein 大家最喜欢的。很贵，因为它内页太复杂了，我设计的。然后读书观影清单这一栏是，然后这一页是什么什么什么阅读计划，就内页让我设计太复杂了，加上封面烫金什么的，对，反正就是说，当时第一次搞也没想着赚钱，就想说满足一下自己的哲学文创设计的理想，然后就搞了一个很复杂的笔记本，就第一次没有控制成本，就是。全是自己，对，这里就是封面的字，这个是爱智 Philosophia 哲学笔记2021，然后魏明子说没有过时，二十一世纪，所以是2021，当时设计也像是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家，然后找一下齐孝子，我把它安排在一个，到最后也是巴特勒，是红色的，我自己桃红色的我很喜欢，然后齐孝子在前面一个，我记得把 Dior 是纯红色的我设计的，然后左翼的卢森堡我也设计的也是红色的，然后齐德克就是灰色的，就齐孝子这一页灰色跟蓝色的配色，达康是这个颜色叫什么，感觉颜色我都是配过的，加拉莫尔还有谁，我看海德格尔我做的什么颜色我自己都忘记了，海德格尔绿色1889年，卢卡奇也是红色的，总之就是左翼的我都配的红色的，怎么抽你们说吧，你们说怎么抽，然后 Rosa Luxemburg 红色的，你们说怎么抽吧，反正这三本565758，你们说怎么抽，
总督抽，不是不花钱抽，不花钱抽，先说这一点，不花钱抽，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平等主义的色彩，不用花钱。我觉得就嗯，我觉得就打字打字抽吧，发弹幕抽吧。还没开始，不要着急，我先处理个事情啊。不要着急啊。嗯，那就是我分三次抽，分三次抽啊。嗯，我在直播间会打字，我在直播间会打字。我在直播间会打字，然后也不要这边，就是因为延迟才能抽嘛。这样吧，我就说停，然后我就截图，截到谁是谁，好吧？我用这个微信截图。我看直播间有没有抽奖过？有天选时刻抽奖过。中奖人数，那就直接三个吧，我也省着吧。弹幕口令，弹幕口令。不要着急，我在设置天选时刻。弹幕口令是什么？得打口令的。我想想看，打个什么？弹幕口令，我想想看。就一怎么一怎么吧，好吧，弹幕可能就一怎么一怎么。抽奖时间五分钟，参与条件关注，你知道得关注对不对？关注就可以了，好吧。现在就是只要关注就行了，然后一怎么一怎么中奖人数三，好吧。我还没开始，你们打也没有用。好，我说三二一就开始啊，三。二一，啊，设置指定礼物。等等，稍等，稍等，稍等，重来，重来。还不能光打字，还得送东西，得有个礼物设置。情书是52电池，不要着急。52个电池是多少钱？不用花钱吧？最好是不要花钱的礼物。没有，他没有设置，就是说不要任何礼物。52个电池不用花钱，是不是？我没有送过，我不知道。没有办法设不花钱的。没有辣条可以选啊。不行，必须选礼物。不能设置不用礼物哎，它只有可以选的东西。我知道，我知道有些人是有关注性，我也在想怎么搞呀？为什么我这个不行？不行，必须得选礼物，也不能选小花花，它最低就是……那算了，那我就截图吧。那我就截图了。那我也不搞那么麻烦了，就是我截一次图，我给你们看啊，为了保证公平，我给你们看截图。我给你们看截图啊，就是我会用这个截图功能截，好吗？然后我说三二一，说到一的时候我就会截，然后截的是哪三个人，就从最后一个倒数往上，口令正确的三个人，重复的就略过去，然后是谁就是谁，好吧，我就说三二一好了。
好，三二一，你们看是哪三个人？我给你们看，已经结束啦，不要刷了，刷也没用。好，你们看是哪三个人？一个数字哥，一个数字哥，然后一个终究变成漫画，还有一个硕，就这三个人哦。你们看好自己，然后私信我，把你们的那个收件信息私信我。就这三个人，一个数字，数字肯定是被我封过的，我觉得被我双杀的。对，第四这个杀的那个他，第四这个很可惜，那就这三个，也是被我双杀的。黑粉，一个黑粉，一个终究变成漫画，还有一个硕，三个人哦。那什么，私信我把你的地址。好了好了好了，结束了，好累哦，好累哦。数字哥的口令不正确吗？我瞅一眼，正确的啦，人家第一个是大写的，你这个你们也要挑。好，恭喜这三个 B， 好累哦。看啥视频哦？下了，累死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我真是下播了，我去洗澡躺着去了。感谢大家，多谢大家支持，然后明天见吧。明天周几？明天周六，明天照常播。啊，双十一是三天，是不是？十一、十二、十三。明天，但是明天也没什么带货了，明天就正常直播了。好吧，拜拜拜拜拜，明天见，拜拜拜拜。